的身边，太阳依旧如此耀眼，我还在冰冷的边缘，现实渐渐模糊焦点，你取走了他的世界。其实我在去年大概十月刚退伍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办这个活动，因为其实身边还是很多长辈们会跟我提起爸爸的事情。那我妈老实讲，在四年前、五年前就跟我说过要办类似这样的活动，但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做过、策划过这样子的活动，从幕后到目前，我以前只是表演，对，那是从退伍以后。开始自己在车上也会听爸爸的歌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其实以前的歌并不是说现在新的音乐好像科技多进步可以代替，所以我就打算要把这个活动给办成。那我就是有一天来 Music Corner 找到了老板吴哥，就是请他帮忙问能不能有机会办这个灵魂之夜。那其实为什么我会选在 Live House？ 因为我不希望这样子的活动是单一次的活动。我希望它是一个长期的，可能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周都会有这样的活动。希望能够我在做新的音乐的同时，也可以有人把这样子的音乐给继续传承下去。因为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做表演，其实各个年龄层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其实我们都要娱乐他们。那我只要唱到新歌，我妈基本上都是听不懂；但是唱到我爸爸的歌，妈妈或者是这一辈的叔叔阿姨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共鸣。对，那其实。今天也顺便预告了我三月三十日会出两首单曲，一个叫做《选择题》，一个叫做《Money Flow》。那妈妈给你帮忙吗？妈妈说她想退休，叫我不要烦。我今天本来说我记者会要不要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说她就想她晚上会来，对，她晚上就想来看，然后就跟朋友聊聊天。因为今天很多爸爸以前的朋友，包括好像熊姐也会来。对，我这九年来，我基本上。每几天就会梦到他一次，而且是非常真实的。我记得前天我梦到他，他的状态大概在70岁，然后病已经好了，很真，超真的梦。那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记得我跟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话，然后他还是很虚弱，他就嘴巴一直念，他想表演，他想表演，他想要演讲，他嘴巴就一直讲，他想演讲，他想表演。然后我说，你现在这状态，你应该。不能表演，你可以演讲，唱一两首歌，可能体力都差不多，你还是交给我吧，这样。然后很好玩，他还有问到我说，哎，那现在他还接不接到工作？我说可以啊，我介绍经纪人给你，你是高龄户，你应该可以谈到还不错的条件。就其实，在梦里蛮温馨的。那我也希望未来不管是活动，或者是私底下聊到他，大家都可以记住他当时带给大家欢乐。Thank you.